怎么开局就被一条蛇丝慢追着跑？好家伙，这边还有两个动物在干架啊！哎，不管了，先去通个蛋进化一下。那不是进化失败就失败了？那你又变了个什么样？这是？哎，前面还有个金蛋！哎呦喂，居然被追上了，就差一步。就是这款山海经，开局就送你一个异兽蛋，不出什么全看运气，进阶全靠吞噬，20分钟解锁史诗级神兽，真实还原了山海经中的异兽世界，伴你纵横2023年，称霸山海经不是梦。